大家好，我们是喜出望外，我是阿喜，我是阿初，我是阿望外，希望你们支持我们新的 EP 专辑。单曲同名喜出望外， 对，我们第二首歌也做好了，叫喜出望外，外外外是不是？而且喜出望外，你今天的第二句成语是什么？不一定有他的，对，不一定有他的，感觉是情歌，是情歌，慢歌，情歌。我们加一点，里面有加一些冲绳的元素。等一下，我想知道不一定有他是在描述什么样的感情状态呢？哦，这个就是团长那时候就在一个恋情上面，他的创作一些视角。你自己说，是什么样的感觉？什么样的情歌？我根本不知道，我们是很神奇。哦，这我们尽量不要问这个部分的东西，然后有点不好说，应该是男团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团长是阿万外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聊一下喜出望外好了。喜出望外这首歌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创作的灵感？哦，就有一次他在吃沙拉的时候，是，结果上面有炸鸡，哇哦，喜出望外啊！哦，然后灵感就来了，有时候灵感就是这么猝不及防。这首歌。第三首歌是猝不及防，猝不及防，就是在进副歌的时候，哎，这首歌就结束了。猝不及防，猝不及防，我觉得是舞曲，有点像是黎明那个看上他那种感觉，致敬我们的偶像。没错，致敬偶像。那人吹过了，阿拳头硬了，第五首歌。吹过了，你要四个就四个可以的。收尾，收尾，你们 ending 收尾。那请大家8月12号请每周。三的时候晚上9点，希望你们可以收看指导是8月12号每周四晚上8点在买 video， 晚上9点在公视家可以看指导怪谈，一次有2集，1集10分钟。那跟喜出望外有什么？我有演，阿初有演。